什么？我是你捡的？我敢不是你阿勇的，而且你阁是啥物嘛？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当初我以外捡着无熟悉的面具啦，啊，不过我惊路灾，用找手，所以是讲赶紧倒去厝，才小雨通好离开。结果车开到一半，对方只要车喷出来，为着要闪车，差点仔弄着。 我去，我至少留了做笔录。那时间是长的，永远也赶不上那边了。不过我叫你过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赶回当初，那有可能离开了。哎，哎，啊，灯开啊！这乡下来，事情要再查某东西，咱算起来，我这些麻烦不好责任。 当初我为着要抢时间离开，所以我只好照恁老母的遗言，甲你抱走。而且我今日一寡无必要的麻烦啊，我才会只好收留你呢。啊，不过我并无因为你是假了米，我就亏待你啊。所以人生讲起来，我有照约束啊。我对你是假老母啊，我无任何亏欠。原来我原本是只。 妈妈笑，我妈妈用伊的性命在咧保护我的人，我有亲人，我是有人爱的人啊！爸，我今日就要离开啊！你想怎么跟伊讲起？你跳过这么容易哦？ 因为伊根本无按算要跟我留一个好尾，超过伊讲的，跟我口说，讲伊要报答我的拥有之恩，要送我礼物的。嘛拄好就好啊！我这个人啊，欲向无改，跟人抢功劳啊！我嘛袂去欠人，我跟人准别人欠我，所以我就用这个事实，跟伊交换礼物。嘛，当作你要离别啊，我特别替恁传的啊。主要我是要跟伊提醒，用的温情较大天。 唔通这样简单的放袂记啊！你哪会好意思徛伫咧遮甲我讲什么用的温情啊？那不是因为你这煞车，我妈敢会为着要甲你烧香车，发生车后死伫咧当场，而且你搁惊讲会惹好伤心，规气把我头藏起来，我无机会等于我亲人的身躯变，让我变作是一个孤儿。你真正是侥幸失定呢！ 你来何意思？我去夜店，只搞我讲什么用的温泉，跟大天，你变见笑，你真的是有够变见笑的，变见笑！你这个人，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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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到没啊？你老母一场车根本就是一个意外，死的命！你先把杀来我的心上，等到你还感谢我呢？我当初无跟你站伫遐，让你龙狗也是要搞我跟你嘎嘎去。
我讲你一双碗碟，互你一间厝会当查风骗雨。啊，若无你再变做孤魂野鬼啊，毋知伫倒位搜来搜去，等咧超度啦。竟然讲出一空话，你这精神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吗？你讲你命硬来，金金，但中邪，你哪会当安尼随意操控正义人生？你才是想要过分啊！不错，你档案已考比好啊。USB 你通提走，阿哥，你现场爱回复，绝对袂当有单中伤害。哥，我甲志豪伫咧办公室等你。你离开时阵要说你，千万袂当让单中伤害现哦。咱随时保持联络，你遐有啥物代志，阮正在活动欢迎。你为着要暗谎我，所有陈东升把你的心事拢压压出来，还你受到遐尼大的打击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振作。将来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回报你这份温情。小雨，这回就拜托你。原来我不是故意，我不是故意，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，伊要用伊的性命保护我。不过，我所以永远记袂着伊，我嘛不知伊生作啥物款。小雨，那你这三十年来，因敢有在找我？我的亲人敢有在找我？啊，我今后要安怎做？我是要去倒位找伊，我要去倒位找伊呐！所以真正是恁爸仔囝内心通话鬼，甲江哥也甲关耀七折不倒。无啦，阮只是去找老大的新手尔啦。好啊！之前你关耀七折要倒，我想尽办法找钱甲你买落来。是吗？你为着你私人的恩怨，在后边还赌一刀，搁讲到这么大声，我真正是看不着人哩。要做歹代志，防守百种，林敬连选择上残忍的手段。敢讲恁爸仔囝看到迄挂开光耀汽车的人一直咧出车祸，恁真正开嫌拢无？你个消费者哦，买光耀的车，就是对光耀这个品牌的信任。人家命哦交予恁，啊，即马出车祸啊，啊，恁煞哦一点仔关系拢无用。去出车祸，你还不死人吗？你这是讲什么笑话啊？恁真的命就是命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。你为着你私人的恩怨，爱去看消费者敢作伙无命？你来这里无理性啦，老大，我看爸仔囝哦，是已经在悔改，免该讲遮济。假困的人哦，叫袂醒啦，莫浪费咱的嘴烂。您做这款代志，我无法度原谅您啦。今嘛，我就抓您去警察局，让您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是要干脆啥啦？你只要讲我的生命安全，你莫赔啦！你莫赔，我全身包，都赔。你这出问题哦，还是因为电脑里面的。
我厝的人哦，够来请我睇病医啦，免听废话啦，干爸啦！真是应该死好了，你家己做出来啦，够怕死的。哎，你家凶手伫遮啦！哎，你家凶手伫遐。遮，拍你命！慢点，交代。我得交代你命，我等。海生，海生，光遐汽车的问题，我嘛真有心想要解决。当天的分开，我嘛会当理解。要不代志要处理，总是要一项一项来嘛，对不？要不就算你把他们打死，对了，你们的情绪可能会比较快活一点，要不事情也是没法度解决啦。海丁哦，我跟你一定要一个交代啦。要啦，交代啦，要不就做啦，要不就交代啦。好啦，可是你今天真的要有一个交代。拜托您给我一点仔时间处理。即摆永兴集团的董事长已经出面要负责这件代志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，这件代志一定会法度解决的。我罗在英甲恁保证啦，光耀汽车的代志，我一定会给恁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该赔偿的，我绝对袂闪避。请恁给我永兴集团一个机会。拜托，给我一礼拜的时间就好。拜托，好啦，搁等你一礼拜啦。多谢，多谢。讲嘛，我唔是叫你等下出来，要来带志安过来啦。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我变哪可能坐得住？做一个大董事长，就要夫人亲身出马，才会抗议的人才肯离开啊！你是讲啥笑话？哎，拢恁爸囝惹出来代志呢，把恁拍哪凉啊？我报道讲唔对，事实就证明啦，原来罗家就是靠清群来做主啦。你讲啥？拢是恁的私心。把整个永兴集团都拖下去了，现在到这个地步，你还不知道怎么悔改？你是有什么资格去指责英国什么白人囡仔死不了？好了，这两个笨蛋，不但你这样生气，直接把三警察叫就对了。月亮，慢走。叫。不必啊，都是我不在了，这样害你就要整个工作失业。以后卖过来做啊！到底是你讲啥？我是你母呢。我今麦造成计划已经停啊，光要汽车公司代志，你压力是比什么人拢搁较大。当我做做太太，我会当替你分担的，我干那安尼尔。我老父边头一个感觉，我能力有限。在这个时阵哦，你也陪在我的身躯边，这就是上大的支持啊！你放心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一定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过年来一个，咱家风格安杰，把单独性的档案的解密金要解开，我相信。你记得当回后以前的平静啊。